好，我是子瑜，欢迎大家来到就是 Jenny V 的黑客松，然后这里是新手教学啊，我是教学新手，对，然后就有一些第一次来到来的朋友，看到黑客松三个字可能会有点紧张哦。那 Jenny V 的黑客松没有比赛，没有奖金，没有小队呼，也不会有奇怪的评审问你商业模式是什么。今天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很明显的一大堆的香蕉。就是今天食物组辛苦的朋友们帮我们准备了40斤的香蕉，请大家一定要吃完，务必吃完，一定要吃完，没有人都大家都要大吃一斤，对，就是不要让他们再带回去。然后 Jenny V 是一个开放的社群哦，用开源的方法展开，就是展开行动，实现公民精神。那所谓的坑呢，就是我们今天或者是就大家要完成的事情。那大家可以推坑、挖坑、填坑哦。然后坑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就是参加的人不一定是一定要是工程师啊，或者你一定要有什么专业哦。只要有心，就是来帮忙来聊聊，提供一些想法，就是你也可以是就是距离。那现在要进到新手任务时间哦，就是今天第一次来的朋友，可以麻烦举个手吗？谢谢辫子。对，跟我想象中的有点，好，不管。对，我今天本来有一个想法，因为之前我们都会发一张新手小纸条，今天是没有发。对，就是之前我们都会发到新手小纸条，然后上面会教你怎么用 WiFi 了。那我本来是想说，就是今天不要做新手任务了，我们来做没有人任务。就是刚刚的，就是新朋友可以再举一下手吗？对，那大家旧朋友都看到新朋友了吗？因为我预计是我本来以为就是会有旧朋友坐在新朋友旁边，然后旧朋友就可以帮新朋友连上 WiFi， 那我们就结束了这一回合。但是很明显的就是，对，我们失败了。好，那就现在教大家如何使用 WiFi 好了。先连到那个 AS， 就是 GUEST 的那个这是中研院的网路哦。那你可以直接用你的手机，然后。大家如果有那个爱台湾的账号的话，可以直接用手机，然后 app， 等一下我改，对，然后这边有一个，你可以使用爱台湾账号，然后点，就是后面是 ITW， 就然后你的密码就是你的爱台湾的密码这样子，然后或者是你可以申请中研院的网路，然后他会寄给你一封信，然后你再输入你的账号密码这样子。那因为今天新朋友的比例非常的高，我觉得应该是我们今天比较早开始。然后那等一下晚一点，如果还是有人连不上的话，可以再就是跟就是周围的就是迟到的朋友们就是问一下要怎么连到网络这样子。然后因为这边的网络的凭证的关系，所以请大家努力的说服浏览器相信这个 WiFi， 就是如果你是 Chrome 的话，可能会出现这个画面，那你就点这个继续前往，然后他会跟你说这不安全，那没有关系，它应该是没有关系吧？对，然后 Mac 的话可能会跳出这个东西哦，那你就是说继续这样，对，请大家努力的说服浏览器，那如果没有办法说服浏览器的话，请找黄色背景的人帮忙，谢谢。好，那。对，那我们今天的第一次的本来预期是第一次写作，就是消除数位落差写作失败。对，那大家如果连不上 WiFi 的话，等一下再请周围的朋友帮忙这样子。对，那连上网络之后，我希望大家可以连到这个今天最重要的网址 hack.gv.tw 哦，我们的资料都会放在这个地方。点到这个网址之后会跳出这个东西，那请大家点本期共笔，就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画面。然后这个东西叫做 Hack Folder， 左边这里就是我们会把就是你所需要的所有的东西就是保障都藏在这个地方。那今天最重要的，各位等一下，下一个阶段最重要的就是提案嘛。那提案的话，大家可以按这边有一个看提案。有朋友需要 WiFi 帮忙的吗？可以举个手。好，大家都有 WiFi 吗？
好，那就可以按就是看提案，然后就可以看到等一下我们就是提案的朋友他的主题是什么啊，然后他的那个投影片啊，所以之后你们要去就是对他有兴趣的时候可以去找他们就比较方便。那如果你有想要来提案的话，就是也可以跟分享大家一个就是提案的小秘诀哦，就是以那个意志坚定、成果开放、诉求清楚哦，就是你想要解决什么问题，你的初步构想，然后你可以把你的这一个很大的一个专案分成小小的，就是切割成小小的、哦，然后就是今天要做什么，需要哪些朋友的帮忙，比如说你可以说我想要做什么，正在做什么，那大家不要一起做这样子，对。哦、不好意思，我刚刚忘记说了，就是这个 Hackford 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去写它，就是所有人你都可以直接在上面填写哦，不用担心说会去就是我可不可以写啊之类的。然后这个是大松的一天哦，就是我们今天会做的事情。那如果你没有坑的话，就是你今天没有想好要做什么，你可以等一下听听这些提案，然后找一个坑帮忙。然后或是你也可以帮忙很多坑，然后或者是你可以去选择吃东西不帮忙，这也是没有关系的。对，就是认真吃东西，吃东西的话就会有专案产生哦。可是因为会议室禁止饮食哦，我觉得很重要，所以就写了三遍。对，就是这间里面是不能吃东西不能喝东西的，那请大家要喝要吃请到外面去。对，那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朋友，你可能会陷入非常多次的就是疑虑，就是我现在到底在该干嘛，就是我现在到底要干嘛，请不要担心，因为这是正常的现象。那想知道什么的时候问就对了。对，那大家问可以问说就是我刚刚听到什么提案很有趣啊，那些人在哪里，或者是说也可以就是想问什么都可以问啊，那欢迎搭讪，欢迎问问题哦。那也可以瞄准就是身上有熊熊的人就是问，然后也可以问身上有黄色背心的人，他们会很乐意的把你带到某个坑去。或者是你也可以偷看就是其他人的技能贴纸哦，就是看看别人都是来自什么样的地方。然后如果你很害羞就是不好意思开口搭讪的话，可以上就是 Julie Me 的 Slack， 就是连到这个网址，然后填上你的 email， 他就会寄一封信邀请你到 Julie Me 的 Slack 里，那你就可以在 Slack 的频道里面说，我不知道现在要干嘛啊，有人需要帮忙吗之类的。然后Julie Me 的名言哦，名句就是不要问为什么没有人做这个，先承认你就是那个没有人。那 Julie Me 最重要的核心就是开放协作，然后因为当没有人就是很辛苦嘛，要就是一下又要拆政府，一下又要盖政府，然后对就很辛苦，所以我们就欢迎大家就是尽早的 release early release often， 把你的做到一半的东西释放出来，让大家欢迎大家一起来帮忙哦。那这样子会达到什么样的好处呢？就是你本来就是法术很辛苦哦，就可以很多人来帮你分身法术这样子。对，然后我们为了就是做协作啊，所以就是我们有常用的两个工具，一个是 Hackpad， 就是第一次看到它的人可能会觉得很害怕，我就是这什么东西这样子。然后它其实就是一个笔记本，然后这边会显示说就是是谁写的这句话这样子。对，然后这个是 HackMD， 那 HackMD 比较可怕，对，就它黑黑的，然后。但是不要怕，他其实虽然看起来他是面凶面恶心善，对，然后可以点这个笔，点这个笔就可以在这边就是写直接写就，然后你可以查一个叫做 Markdown 的语法，好，刚刚很可怕是来自于法律人的想法，然后。对，所以就然后虽然我们欢迎大家搭讪，欢迎大家就是彼此讨论哦，但是还是要就是要对大家就是要有礼貌，然后要保持欢乐，然后 be excellent to everyone， 然后祝大家 happy hacking， 然后还有工商时间，就是这些香蕉是谁送的？然后。就是如果大家觉得香蕉好吃啊，披萨好吃，外面有功德箱，然后也可以按这个热量大送，成为就是 take 孤单的 sponsor。对，那祝大家
坑坑有人录了，那有坑录，谢谢大家。